最重要的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啊，亲爱的雪哥。第一，你这身高可以啊，随谁了？随随我爸。不是，你妈妈高吗？我妈妈也还好吧。比我矮一些。你挺高的呀。我小时候跳舞，可能就是拉的筋比较长。没想到啊，伟健老师能培养这么优秀的女儿啊。对呀，这个这有什么没想到？就是因为这么优秀，我培养一优秀的女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她特别忙，是哪有时间管孩子呀？估计你妈妈管你多吧？对对对，妈妈管我比较多，全身心的为你付出了吧？我爸只在关键时刻就是出手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妈跟你爸谁在家里地位位高一点？都比较高，我都得听他们的。谁厉害一点儿？那肯定还是我爸厉害。你爸发脾气吗？发脾气。发脾气是跟你发的多，还跟你妈妈发的多？主要都是因为我。因为你跟你妈妈发脾气？不是，因为我就是不太乖，小时候，所以我爸。你不乖吗？我挺淘气的。是吗？对。林雪哥小的时候是一个男孩子的性格哦，怪不得他说小的时候像男主持人呢。就真是男孩子性格，他就从来比如说跑着跑着呱呱摔一跟头，这一大马趴一般的孩子都会哭了，他没事儿，他这起来呼噜呼噜又起来接着玩。他属于那种特别爱玩的孩子。他可以把就我们是一个那时候他小的时候住在一个部队大院里面，他是可以把全院的孩子都玩回家他才回家的。他属于那种孩子。而且从来没人带他出去玩。人缘好啊，都是自己在外头玩。